农夫椰子鸡，点了一个菜单，有啥套餐里面有原味椰子鸡，然后蔬菜葱白腐竹、黄瓜、玉米，还有椰子糕、白米饭，套餐很便宜。然后又点了一个芦笋，芦笋，再点上可乐。好了，还好了，都是有证的，没事儿。就是，我都不紧张，你紧张什么呀？对啊，坐车的应该更紧张，安全带系好了哈，系紧紧的了哈。嗯，姐姐现在是4:37嘛。嗯，没事儿，后边有车，他想超他就超，别想嫌我慢。嗯、没事，谢谢妈，就这样，我们限速40。哎，他超不了了哦。超喽、哦！看看，这是羊吗？这是羊吗？小羊吧？小牛吗？还是羊？走喽！哇，看前面的景儿、太美了，太美了！这是现在是去石梅湾的路，好美啊！哦，骑摩托车应该在这里上的，就是继续行驶。但现在天气刚刚好，不然真的应该很热。应该骑摩托车的。前方经过弯道。Let's go！ 39迈了。37/28迈/26迈，姐姐看到60了，恭喜 ！Congratulation！ 有山有树，这边还有海。呜呼！欢迎的海。上一次去海边是露三桃，再上一次是破冰，今天终于旅行了。人真的不多，他这个下边都是细沙，人家说三亚的那个沙子没有这儿的好。这里是过来了，调整体态，立马坐直，然后你的车就开始歪，路了吗？我不知道那个路在哪儿，但是我看这个样儿，你看边上树变了，哎呦妈呀，骑车道上都变味儿了，感觉。你刚刚一直在线上，我就想你什么时候能发现。侏罗纪公园。侏罗纪。侏罗纪。但是也挺美的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不用发言了。不用发言了，在录像吗？闭嘴！好美呀，可以发这种。就你可以自玩烂叫的。好美呀！哎呀，你说为了让你拍照，我都不跟120迈我降下来。即将向右前方行驶，随后到达目的地附近。对啊，就是兴隆，就是我想看那咖啡机儿溜达机儿，咖啡溜达机儿。我来看你吧。还发的，哎，你还挺香的，没有鸡味儿哎。椰子鸡咋样？跟他们吃的啥？他们真的是吃椰子。吃咖啡吗？啊，不知道啊，吃啥呀？我们要选这个柠檬扎片。That's mine。然后，它这还有茶，我们想点一个，你要点什么？我想喝这个传统老贵，你要喝这个？你要热的吗？我要热的，尝一下。它是冷的，我还想喝这个。那就点这个，就这俩呗。宁飞 ，lemon coffee， 就加了柠檬的呗。柠檬扎片，传统老咖。
一起吃，怎样？好吃吗？宁妃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了，品尝一下。所有的炼乳都已经放进去了，糖也放了一大半，这都是我平时加了两杯白水，我把它那个里头两杯白水，我把它那个里头的橙子放进去，我的特调这个是，太甜了，太甜了。和你预期期望的呢？啊？和你预期期望的相比呢？我苦的时候就想它会这么太浓了。你对咖啡有什么偏好吗？就是你日常喜欢的那种。我喜欢，我比较喜欢喝。我也喜欢喝美式了，但它这个豆子尤其是我不喜欢的豆子，所以说就是它就是那个没有那么浓的咖啡香，但是就劲儿特别大，然后就有点受不了了，有点醉了，就有点过敏，流鼻涕，过敏反应。还会有下一次吗？没有。但是推荐大家来日尝一尝这个咖啡，可以尝一尝。你要是不尝，你是不知道这个味道，说不定有人喜欢喝呢，对不对？这只是我的个人偏好，对，这是我的偏好，是我的口味。淡水大师，OK， 好了，这个还是很好吃的，这个还是很好吃。要不然吃一个，展示一个。我要吐了，我应该吐的啥那个水，太酷了。好好。就是它绵羊本身也不酸。你根本不需要我的采访，不用 Q 问题，基本问题自己都会回答。然后在上面的那白砂糖和那个酸就是中和在一起，就刺激你的味蕾，你知道吗？好的好的，谢谢，辛苦了，去休息吧，一会儿见。喝完咖啡出来，今儿还在溜达。咖啡机的日常生活，溜达。姐姐脸转过来一点，可以吗？明显就是在配合镜头。香酥芋饺、炸芋头、咖喱鸡饭、印尼炸鸡块、百香果炒冰、火腿西多士、咖喱鱼丸、漏奶花、南洋清补凉、宵夜糯米条。一会儿如果走的话，还可以买一点它的各种糕点。鱼丸了，咖喱鱼丸、漏奶花、西多士、竹筒糕。这是你点的，这个是炸什么？这个是炸芋头的什么？啊，炖芋头吗？啊，是。百香果，谢谢。展示一下最新菜品。百香果炒冰，能看到吗？看到一点，转一下。对呀、咖喱鸡饭，印尼炸鸡饭，谢谢。印尼炸鸡块，那个漏奶花，它的面包也是不错。咖喱鸡块，不是这个咖喱丸，还没有稍微有点浓，稍微浓一点。那这个应该挺好，我再尝一下它。这个咖喱鸡块配的，这个是刚上来的炸鸡块，我觉得这个是炸鸡块，它的酱在这儿，蘸一下子吧。好辣，好吃，是吧？可以看到吗？今天的月
椰子的吗？没有了。椰。放好了。这果然是一个味儿，但是它红椰红椰有一点辣嘴，可能是麻辣味的，麻辣口味。过了这个树洞，就是敬畏的自然。哦，真的，但是这个自然还给了我们一些光晕。刚才黑的都不像话。忒累了，眼睛疼都刮疼。结束了，啊，好嘞。狼狈。下雨了还打雷，好吓人啊！太凶了，看看他能不能接我。他营业时间8点到8点20，现在8点18，打不到停。关门喽，穿雨衣喽。谢谢中国铁路。看一下有多么狼狈。一辆车都打不到你的电脑。看看我两个箱子都湿了，我的袖子也全都湿了。来照一下我，谢谢。我的电脑，它没电了。它的琴，这边还有电脑。还有电脑。我不想再吃。给。